怪盗想赢很简单，远离反派偷船员，别换内鬼和小丑，小心警长和单面，多做好事赢好感，开局可以去修电，盲偷肯定不可举，尽快偷取是关键。鬼！黄色跑鞋冲在前，我料定他是船员，一个偷取叫做人，竟是小丑我愕然。直接出棕色，棕色一个那个赏金猎人。王总，你为什么开灯？黄色不修灯。好的，那就投棕色。投棕色，好吧。可爱的红色正在体解这个棕色，直接上来咔嚓一刀给刀了。这把有小丑，不要乱投。下谁呀？下棕。有小丑。有小丑，小丑呗，小丑。有小丑怎么了？就问你。投错了不出来怎么了？下一个就投你。怎么感觉投我干嘛？金色有问题好吧。敌中生智策略换，激怒船员瞎捣乱，粉色果然上了钩，正中下怀开论战。来，我就问你了，都告诉你了，这张棕色牌面到，你告诉我有小丑，有小丑我也得投棕，懂了吗？我要翻你这张银色，过了，把银色给我点出去。不是金子，就你说看到面刀了，好吧，那我也不能听你的一面之词啊。这把是有小丑的，面刀，那万一你是小丑呢？投金，好，另外银色，你根本投不出去我。不是金色，是那个粉色，粉色老在叫嚣，夜莺狂吠。咱先出这个银色。Hey, that's pretty good。你这上把那把也纯纯小丑行为啊，大哥，让我来刀他呀。让我来，你来，你能追得上我？好。你倒是，我要把那怪盗啊！哦，只有银色了。银色纯纯小丑，他跳管道了。到底有谁？这银色要跳管，要铁定小丑的话，这粉色又是怎么死的？我死不死无所谓，好吧，粉色必须死。有小丑的局，那就必须要投吗？都得听他的吗？他老大呀。你是纯纯小丑，他跳管道了。对，蓝色说的没错。他开跑鞋跳了那个管道，还不信我。我就说有小丑不能投吧，非得投。粉色你看到了吗？我那这就是投小丑的下场。